环的比赛，这位是来自日本的冈村康弘，预赛排名第四，难度 6.5， 直臂拉上，直体翻成十字。后摆上成水平的十字，压上成倒十字，后摆上成倒立，后摆前屈两周，后摆躯体前翻成十字，压上成水平十字，截止到目前为止环上完成的不错，后摆上成倒十字，关键看他下法，动了一小步，不过他下法不难，用的是直抵360度的旋的下。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华台北的陈之玉，排在第二位金志扬，现在中国队的张扬和邓书娣分别排第五、第三。所以说这个项目中国队已经提前结束了比赛，并且呢已经退出了这个金牌的争夺。